选手白静晶，来自北京代表队；男方选手乌日根巴雅尔，来自辽宁代表队。Oh,
因为你双方第二场男子七十公斤级南方辽宁代表队没有参赛，参加北京队与辽宁队进行了男团争夺第四场比赛，最终比赛结果北京代表队以总比分。